弟兄姊妹，我们继续讲到父子圣灵因我们最喜乐满足。今天的主题是父子圣灵为我们受生产之苦第二部分。约翰福音第十六章，当主讲到自己钉十字架和复活，都用了妇人生孩子作为比喻。虽然是要受很大的痛苦，但是当生了一个人就好喜乐。我们的得救、重生、亲近神，都是使父子圣灵最喜乐。正如以赛亚书第53章讲到，我们是主劳苦的功效，使祂心满意足。太好，就阿爸主都圣灵就最近有生苦，比个妈妈生你更加痛苦，更加痛苦。主佢都逼切走上十字架，我觉得太宝贵。父都点啊？佢唔单止定义佢啦，喜悦将佢爱子压伤。我觉得父子圣都因睇见前面嘅喜乐噶，佢睇见你就我就睇见永恒，睇见前面喜乐啦。父子圣都忍咗十字架苦难，太宝贵。我哋重新生啦，一太荣耀重生，超过第一次嘅生。我43年就从父母出生啦。我59是从神生，想翻当时人出埃及逾节，将啲血即喺个门腔同门楣上。佢出埃及咧，嗰话讲下耶和嘅嘢，系即系太值得纪念喺一个晚上。咁我得嗰晚咧都系晚上噶，喺我感受咧都系耶和嘅嘢。嗰晚我得到咗。我睇约翰福音第16章啊，只要太过爱啲门徒，太宝贵门徒，佢知道门徒都几需要佢自己噶。第16节啦，主话咧，等不多时，你们就不得见我，因为主要被捉拿，佢要死，就摆喺坟墓里面。再等不多时，你们还要见我。谂住如果复活，喺门徒系最紧要系有主啊，啊主要体会呢件事。咁17节，有几个门徒就彼此说，他对我们说，等乜多时，你们就不得见我。再等乜多时，好特别啊！主咁讲，我你还要见我。又说，因我往父那里去，即系什么意思呢？因为呢啲话睇门徒好紧要，因为见见到主自己，门徒比喻说：他说等乜多时，到底系咩意思？我们不明白他所说的话。主就好有情怀啦，太爱佢哋，亦都看出他们要问他，就说：我说等乜多时，你们就不得见我；再等乜多时，你们还要见我。你为者话俾啲商问喎，要解释呢啲事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你们将佢痛哭哀号，因为主要钉十字架，佢死。好惨嘅话咧，就话世人倒要喜乐，我谂真系太惨啊！主要钉上死亡，即系好人敌对佢啦。我世人倒要喜乐，我你们将要忧愁。当然佢哋简直太厉害忧愁啦，但主讲起话好宝贵。然而你啲忧愁已变为喜乐，因为主要复活啦。妇人生产嘅时候就忧愁，所以生产嘅时候系好痛苦。一他时候到了，既生了孩子，就不再纪念那苦楚，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。主话咧，你们现在也是忧愁，但我要再见你们，就主复之后咧，再见我哋啦。你们的心就喜乐了，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。我句话太宝贵，主再见我哋咧，佢心就喜乐了。当复之后，佢见到主就整话佢哋就喜乐了，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，太宝贵啦。特别而家就香港而家疫情咁厉害啦，
但系冇一跌去我哋喜乐噶，世上冇一跌都去我喜乐。因为喜乐系从主而嚟噶，因为我哋睇见主，我经历到主自己，嗱呢系我哋最大的喜乐。或者喜乐有冇人啊跌去？今日我哋讲我经历到主，同埋咧多啲近啦，呢、這个喜乐系冇嘢可以跌到去噶。无论疫情点，或者遇到乜嘢都好，我都能够越过晒所有啲嘢。嗱，所以就讲话佢夫人生产上忧愁，你睇收嘅时候到了，嗰、那个时候到了，我睇我都谂翻起上主讲时候到了，就十架时候。但系佢嘅生孩子，因为太快乐啊，生咗一个，就咗劫难苦楚，因为欢喜点啊，生了一个人。嗱，啲人系个亲仔啦，亲女啊，真系。咁我觉得今日咧，阿爸生咗我哋啦，我相信咧，阿爸几快乐啦。我系圣贤所独生噶，我从圣贤生，啲神得着我哋系太快乐噶。比较咧，生咗个人咧，更加快乐。你知道人生来咧，又会庆祝噶，或者又满月啊？但我哋嘅重生最荣耀嘅生啊，超过人一切嗰啲嘅生。阿爸主圣系太快乐嘅，欢喜永远有得到我哋，有咗我哋，超过晒所有。即系人有个仔啊，有啲好恨个仔啊，再好恨你有啲仔女。阿爸主圣系更加快乐。咁呢个都系佢前面嘅喜乐嚟噶，仲有佢系得着我系永远嘅添，关系系永恒噶，我系永远都会尽晒一切嚟爱佢，太快乐啊真系！佢睇见我哋，亦都睇见埋永恒噶，我哋今生咧一直到永恒啦，一路咁样嗰啲喜乐咧，爱佢嘅回应啊，都喺佢眼前。圣灵话佢哋受生产苦，好宝贵。你谂你得救嘅时候，我觉得神喺度系根本系。即系好似你就喺苹果树下隐蔽噶，有魔鬼好唔想得救咧，你机会得救啊，或者有听福音啊，佢想搞你，想将啲种子咧担咗去啊，好宝贵咧就我哋喺苹果树下，只有我苹果树，咁以后得救咗喺苹果树就我享受。雅各书第二章，话佢任下咧尝佢果子嘅滋味，觉得甘甜。但系尝果子果甘甜之前咧，我喺苹果树下，佢任下咧，佢种隐蔽之下咧。受你好想我哋唔得救，阻尽量阻我哋听唔到福音，听福音佢喺度系想我将嗰啲福音种子啊担咗走，好似主讲嗰啲神种比喻嗰啲啊。但系宝贵咧，主佢隐蔽咗你同我，佢喺度苏醒我哋嘅心灵，所以圣灵就生产苦，因为我哋嘅愚顽啊，所以圣灵佢要离开呢作工，一次作工就感动我哋，只要有一日咧。你同我呢个得救咗啦，父子圣灵嘅生产嘅苦咧，发出功效。但阿爸主嘅圣灵太欢喜有你同我，大家唔好忘记主恩情。咁你未得救咧，佢喺预备紧你，安排紧好多嘢。一方面就能够听到福音，特别而家喺我依家留咗更宝贵啦。佢亦都安排你，甚至喺度得救啦。同时你唔单得救，同埋亦都进入咗呢个流里边。我日都喺度为咗得救感谢神啊！我荣耀得救，主唔单保抱我从贵州贵阳嚟到香港，我使我荣耀得救。嗰晚真系好荣耀得救，都好荣耀。之后咧，我唔单止苹果树叫醒你，喺苹果树嘅荫下咧，就滋味过甘甜。我亦都同时一日都会为咧，主向我爱显我感谢佢。佢唔单止得救，佢帮我亲嘴。就向我爱显现啦，即系恩情太大一生。个圣灵咧喺个身上咧，我想讲圣灵系太宝贵嘅，佢喺背后作工，好似隐藏啲噶。啊，佢就一直系要使我哋能够进入到主嘅爱度，佢使我认识主个荣耀，佢感到进到父面前。以弗所书第二章啦，圣灵好开心噶，见到我哋亲近神啦，即系太开心啦，见到我哋亲近阿爸、亲近主。敬拜拜台主啦，
我爱翻阿爸嚟主啦，圣灵开心到太犀利，因为圣系最爱阿爸嚟主啦，唔使问。佢要我最幸福啊，所以佢好要我哋真知道阿爸就系主啊。主都一样嘅，其实三位嘅神咧系最相合嘅。主都系指示父嘅心中，佢都要使父爱嘅份喺我里面，圣灵有感动我进到父面前，同埋使我真知道父啊，太好啊！我享受咧就父子圣灵嘅爱，佢彼此相爱咧，亦都特别系要使我哋享受啊！阿爸睇我好爱主啦，佢又好享受，因为佢太爱佢个爱子，将我赐俾爱子。所以阿爸睇到我哋嘅亲近主啦，因为主快乐啦，主都系好快乐啦，阿爸都几大享受。太好贵啲父子圣灵嘅爱嘅，可以话交织啊！太好贵，我哋会喺咁嘅爱里面啦。即系可能爱上加爱，爱上加爱呢方面。以赛书第53章第11节啦，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，就心满意足。宝贵佢哋生产苦咧，得着最美好果效，就使佢哋心满意足。阿爸都系会使我心满意足，圣灵都会因我哋心满意足。最近我太宝贵太宝贵咧，就系指呢句话噶，他必看见。自己劳苦的功效就收满意足，依家使我快乐嘅啫，呢都系应该噶。羔羊是配，佢真系配收满意足，就得着我哋今生就永恒嘅爱嘅回应啊！所以太珍贵呢一切，太过享受呢一切，小朋友贴入妈妈嘅怀里边啦。妈妈几快乐你话，佢妈妈受嘅生产苦啊，但系可以一路享受个小孩子嘅各方面美好啊，个亲情嘅乐。